今天呢也是一期口红分享，是一些比较平价的一些口红。第一支这个偏玫瑰调的一个豆沙色，奶油慕斯的质地，然后是这个，这个颜色真的是完全好看，嫩到可以掐出水的感觉。然后是这个暗棕调的一个奶茶色吧。然后下一支是这个很正的一个红棕色，杏仁奶茶色。这个颜色其实挺显气质的。接下来是这个16号色，很显白。下一个超级嫩的一个草莓色，这是真的很适合春天夏天。接下来是这个309，很显白，稍微带一点紫调的颜色。很温柔的一个豆沙色。这些是 Hidden。上嘴是那种凉凉的感觉。今天的试色就到这里了。